2023年俄罗斯音乐学院预科已经开始招生。下面 Luna 给大家聊聊俄罗斯莫斯科有哪些热门的音乐高校申请。莫斯科地区，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校为学生提供5年制专家学位教育，5年教育完成后归国认证为硕士文凭，本硕连读不需要考研。莫斯科柴院由尼古拉·鲁宾斯坦创立于1866年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。柴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常严格的教学质量和顶级师资。莫斯科格涅新音乐学院，莫斯科格涅新音乐学院是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学府，建于1895年，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是与莫斯科音乐学院齐名的音乐类高校，校名来自于3名创始人格涅新姐妹。学校为学生提供学士、专家、本硕连读、硕士、博士学位教育。莫斯科施尼特凯音乐学院建于1918年，是俄罗斯培养本国及外国音乐艺术全面人才音乐学府。学校为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模式，包括学士、专家、硕士、博士学位和助教进修课程。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，莫斯科师范大学是俄罗斯最早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之一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师范类学校排名第一。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费为289500卢布，人民币20000多。莫斯科国立大学艺术系，艺术系的前身是莫斯科国立大学艺术班，成立于1757年，学校以培养学士、硕士及博士研究生为主。教育计划的目标是培训未来的艺术家。2023年硕士学费42万卢布，人民币不到4万元。